不管身在何处，茶的香味都会让我想起了家。我的父母会在不同的时候泡制不同的茶，我们会泡单冲茶接待客人，生病了泡人参茶，红茶冬天取暖，绿茶夏天解暑。因为住在西班牙南部，我们会添加这里的一些本土的东西，比如橙汁片或者柠檬片。现在我在办公室，还是喜欢在不同的场合泡不同的茶，每样茶香味都会让我想起在西班牙的点点滴滴。中国独有的特色茶却让我想起了西班牙，是不是很有趣？